武当少儿剑术基本功第九式穿剑。那么这个穿剑是来自于我们的八卦掌或者太极拳里面的一个身如游龙。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整个身体像蛇形一样，要柔弱无骨，要轻盈飘逸。好，走，出剑，一二，退步，走，拉剑，一二，换剑。对，好，退步，撩剑，对，差不撩剑。那么用腰走，好，这个剑尽量的打开，从头顶，对，这左手护着自己的手腕，到自己的肘，到自己的肩。那么这个动作就像化解擒拿动作一样，对，松肩，松胯，像青龙出洞，练习一下穿剑。好，刺剑，一，然后向后撩剑，做一个撩剑。好，走，像蛇形一样压肩压胯，松腰松胯，像蛇形一样刺剑。那么我们这一系列武当少儿剑术基本功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抖音。